1955年，美国有一个答题节目，64000美元的问答，观众可以根据答案下注。当时的技术有限，无法完成全国的同步直播，于是有人利用时间差操纵所谓的内幕消息，调整赔率。数学家约翰·凯利以此为模型，提出了著名的凯利公式，让投注的利润最大化。你们以为对赌的是庄家，其实真正的对手是迪利克雷、伯努利、高斯、纳什、凯利这些数学大师。肯定有人觉得自己特别的聪明，永远都不会被骗。他叫潘生，华京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硕士，网络安全高手。他利用点石基金业务系统的漏洞，批量插入代码，往80000多个账户里分别存了1分钱。那一年他刚满20岁。像他这样天才的程序员同样也会被骗，甚至为境外的诈骗集团卖过命。接下来我要讲的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。在互联网教育诞生以前，评估教育产品的只有成绩。当互联网教育，潘总好，叫小潘，他能穿成帅，恭喜升 K 七。哎呀，等官宣，等官宣。要真的升了 K 七，请大家伙吃饭喝酒，好。而是退而结网，有请我们的新任 CTO。知道他爸是谁吗？大家好。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职场很正常。我要离职了。离职？去哪儿啊？行了，萤火，新加坡的游戏公司。你看，办公室，宿舍。你这太突然了吧？你不再考虑考虑？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愿意尝试新的技术和架构。那我们怎么样帮助客户？谢谢大家，下一个时间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，加入萤火的新同事们可以举个手吗？你们好，那个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安俊才，新加坡人，然后我在公司已经……你不是湖南人吗？我确实在株洲出生的，但6岁就跟家人去新加坡了。我是长沙人，我以为我们是老乡。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情啊？读心术吧。
你也读会我是你叫马蓉，金牛座。王小川，朱丽云，旅行。你是不是黑的那个航空公司的网站啊？不用啊，黑掉你手机就可以了。人才，待会我们到瓦内了要转机，所以到机场我们要待大概10个小时，不要走太远，在附近晃晃就好。机场10个小时有哈子好晃的吗？我有好路子。你喜欢看秀吗？哦，想不想去啊？去，就当做突然间我请你们，待会下飞机跟我报名啊。哎，你们听着啊，这都是骗子，别理他了。走，跟我走。Get off。No need, get out。跟你们收一下 passport， 待会办转机。好的，谢谢。哎，谢谢。喂，有枪。这个枪，哎，别乱拔，没事吧？哦，来，赶紧上车。谢谢。上车，行李放着。带我一个。快点喽！哇，那个好肥哦，先捂一下全身。变态！哎，不是要带我们去开修吗？哎妈！哎，我在国外团建呢。哎，放心，国际花费很贵的。Hello， 这什么情况呀？我们是来旅游的。马老爷，快跑！快跑！马老爷，喂！手机啊，蓝行，拿起来。有打，都靠脑袋吃饭的吗？打坏了你来。对不起啊，各位，我替他道个歉。我姓陆，是这边的经理。之后呢，各位为我工作，谢谢配合啊。配合你把个船长给我东西，拉着我回家，拉着我回家。扶起来嘛，都是同事啊。你们想要的东西啊，在外面老老实实工作肯定得不到，但在我这里可以，还很快。来，参观一下。三位九爷，我们的业务范围啊，其实很广的，炒股、挖币、网游、电商、博彩。公司里分了8个组，政体反托、烽火出窑，听过没有？祖师爷分的千门八将嘛，来。经理好。好，这些都是提将，也叫狗推，他们负责聊天进货。来，底薪8000块，业绩超过3万，1500提成，多劳多得。
正将组，他们负责写程序、增改网页。这排缺脱将组，负责网络安全，底薪就有30000块钱，业绩好还有提成。这里不能用手机，不能跟外面联系，这些电脑啊全都不能上网的，能上网那些我都会监控的。那是啥子哦？一统江山了，上了。谁？滚跑啊！被抓回来的。还敢不敢跑啊？啊？说话啊！啊？精彩的来了，美女荷官在线发牌，轮盘骰盅21点，斗牛、炸金花、龙虎斗，摆下了。只有你们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了。裸聊啊。加入啊！加入什么？搞诈骗？不要说这么难听嘛，这边都叫现金网。现金网，我不干，放我回去。我呢，很看好你们几个的，要不先从客服试试，不行的话我再安排你们回去。这法人私音了，就挂了。我被骗过来半年多了，我家人找不到我的话一定会报警的。我们进出都是蒙着头，警察要怎么找过来？那我也跑。哎，给家人报个平安。讲几句。这边很美，我跟同事玩得很开心。我说了，我不会带走的。别啊！别！
冲击了。老婆有身孕，缺钱。陆经理说帮我找广州最好的医院生。求财啫，有钱哪里就做啦。我拿钱干什么？我要去报警。你死心吧，服务器在菲律宾柬埔寨，人家有军队，荷枪实弹啊。爬虫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会不会？不会啊！会不会？说。会不会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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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。反共，反共！九爷啊，冇睇啊！哎，他愿意做自然会做吗？你吓他夸他，他也不一定做得好。你再说一遍，礼貌点。安先生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。请你呢把那个列表上面所有的字幕组的资料全部都爬出来，然后把所有的 email copy 给我，可以吗？来了，麻烦你了。举报你就死定了。你也是被骗过来的吗？不是啊，你来这儿之前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呀？他们跟我说是个游戏公司，我来了以后把我的手机护照都给收了。我护照也被收了，说完成业绩才能回国。完成多少业绩啊？500万。我帮你完成业绩，你帮我出去报警好吗？梁安娜，擅自离位，罚款2000。你锁门做乜嘢啊？开门，出嚟！我先冇话俾你走啊！我叫你出嚟啊！个客等紧你啊！出唔出嚟啊？好久不见，回国了。
安娜，跟我来一下，我就过去了啊。你别跟我说这个不是你。这是我，但这盗图，我又不干这个。好，那我正式代表迷迭通知你，合约终止了。为什么呀？第7.9条，有损公司形象，解约。是我的照片被盗用了，这跟我没关系啊。各种啊，我识阿 Anna 2年多了，我可以帮佢发誓，佢绝对唔系咁嘅女仔嚟噶。你不如通融下我哋。而家觉得仲唔够大镬？成个冼江街道，周围都系呢种级别，而家所有 catalog 要重新整过。那尾款呢？尾期，你同我要尾期。而家唔使你陪，你执翻身彩啦，系嘛？你怎么这样啊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觉得是小事，但对于我们来说是大事。Sorry， 怎么也没搞明白就来安娜，你出来，出来，我跟你说 ，Sorry， 葛总，不懂。Sorry 啊，葛总。今天一大早，老板就打电话给我，让你先休息半年，避避风头。他讲不讲理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人家是甲方。梁小姐单身吗？嗯。这么漂亮，怎么会没有男朋友嘞？没遇到合适的。那以后就不用给你找工作啦，直接给你介绍个老公啦。谢谢啊。我妈从小就教育我，说男人靠不住。上岸要趁早，女人是贬值的。站着干嘛？走啊走啊走啊！哇哦！欢迎迷迭品牌代言人、知名模特梁安娜，掌声掌声！请来啊！去换衣服吧。满意了？好呀好呀！满意了？你走了让我怎么交代？你跟我说是拍广告。哟，广告，广告会被你这个数吗？走啦，跟我回去。哎，你别碰我！又要拉牌坊，又要做裸举，你条黑双根再双转啊！说什么呢你？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，不要打了！不要打了，干什么？哎，不要打，不要打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，没事没事。我们是朋友，哎、没事。Okay. 没什么。阿靓仔，请问有咩可以帮到你啊？我 book 好套房，预晒摄影师，佢放个飞机喎，回水咯。几多？我俾。30000。收咗钱就烂，唔好再缠住我朋友。如果冇咩问题啊，就可以翻屋企等我通知啦。OK， 多谢大哥。唔该，多谢晒。谢谢。看完了。嗯。这犯法吗？我们在当地是有正规的营业执照的，就是个网游，没有什么大问题。能赚多少啊？10到15万一个月。还有分红，从充值里抽成，差不多吧。这么多啊！正规赌场一副牌几个人打，你知道吗？5个、10个，在我们这里几万人一起打，一起充值，一起下注，赚的当然更多。那累吗？发发牌，聊聊天就好，非常简单。喂，你们玩佢啦！我们公司很远的，在迦南。还好吧，不远啊。对啊，如果做的不开心，随时可以走。乜点会出国做嘢嘅啫？你唔系签咗嗰几个女仔咩？也没有她漂亮啊。喂喂喂喂喂，呢个啊，
我好姐妹嚟噶，有冇教佢啊？对唔住。走，送你回家。谢谢啊，拜。拜拜。租的，自己买的，真漂亮。要不要陪我一起去？哎，我不去了，回家了。好，随你。我英语不好，可以吗？那边全都是中国人，不用讲英文的。我就有点害怕。我是股东啊，阿才又是自己人，肯定会关照你的。这工作不用看别人脸色，什么都是靠自己。女人最重要是什么？是独立。拜拜。叔叔，怎么了？我想去试试。好啊，明年Jaren一定叫你过去。明年？今年已经招满人了。我条件比他们好多了吧？你这回就带我去吧，我真的很需要钱。你不早点说，我警告你啊，不一定行的。肯定行，那我等你信儿啊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到了发微信啊。拜拜，你小心点啊。嗯。点啊？得唔得？掂个碌蔗啊，索到咁，大佬。大哥，辛苦晒啊！合作愉快咯。安娜，等很久吗？没有没有。待会行李拿上，我们要走一小段路啊。那有好远了。很近的，没事。哎，财哥！财你老尾啊！叫你开门啊，冇嚟醒目。私交钱都要我自己开，边个？有咩搞错啊，财哥？我哋都有 passport 啊！旅游签证又可以两个礼拜咋？你出咗去会俾人黑名单，你明唔明啊？呢个窿每日几百人捐啦，惊咩啊？嗱，捐唔捐啫？唔捐就自己翻屋企啦。唔捐。咩咩？咪卵嘈啊你！手机上面跟谁聊天我都能看得见，禁止拍照视频，禁止连公司 WiFi， 宿舍刷门禁，只为双重认证才可以进出。护照我们会替大家暂时保管的，你们做到业绩了就还给你们。多少业绩？一人五百万。24小时营业，
每六小时一班，两个荷官一组，每人两班。阿成，哎，搞点水和水果过来，一会儿连续录六个小时，口干的时候拿来润一下。不是直播吗？新货，我们都是放录像的嘛。小祝，你就让他赢，然后呢，给点内幕消息。我们正将组的同事啊，十分钟能出个网页，所以他们看到的网页跟牌局都是给他们量身定制。我想让他赢，他就赢；我想让他输，他就输。梁安娜擅自离位，罚款两千。出嚟，我先冇话俾你走啊！你出唔出嚟啊？个客等紧你啊！好啦 ，M 啦。罚款已经帮你交了，如果下次有同样的问题，提早跟我说，帮你排班。后面有监控，我演的，痛不痛啊？转开！在搞什么东西啊？蔡哥，
大货上线了。这把挂彩的赌1000块，哎，传过去啊！哎，挂什么彩啊？都是同学，还有6级没翻呢，快去翻！哎，过来一下，8分，9分，10分吗？还卖的太少。这什么呀？哦。某啊，刚刚发到邮箱里的，让字幕组�贴在片头5秒钟，中间只要出现3次，我们就可以赚3000块的广告费。好 low。不过我们现在一直用天哥的房子，也没给过租金。再说大家都毕业了，我们确实需要钱。天哥，你做决定。我想了想，那广告还是推掉吧，别害了大家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搞清楚的。嗯，晚安。晚安。背头法则，无论我们输了多少，下一把下 double， 2块输了下4块，再输下8块，我们只要赢一把就能上来。那10局之后就是1024了，连输10把的概率也只有1/1000，不会这么睡的。你们干嘛呢？出来拍照啊？哦，哦，好，快快快！庄9点，闲7点，庄赢。
洗白了。推贷款方内幕消息。你这样一赔一很难赢大的。我朋友在轮盘厅有内幕消息，包赢。我自己每周都下注，你要不要一起玩啊？可是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在公司实习赚的。我想说，我赚的第一份钱要给你惊喜，你试一下。可是我觉得太贵了，还是退掉吧。不贵，没多少钱。哎，这我的心意怎么可以退？用我手机吧。不行，我只用我手机。你到底在干嘛？别干了，我去接下充电宝。哎，同学，同学，你们带充电宝。哎，同学，你充电宝，充电宝。同学，你有充电宝吗？没有。同学，我要充电宝，有吗？没有。哎，两位同学，有没有充电宝？没有，没有，都没有充电宝。同学，安静点，这里是图书馆。哎，借一下，借一下，谢谢，谢谢。跟你预支三个月的薪资，最近手头有点紧。阿天，啊，把菜拿到了哦，乔四、乔六、乔十三，这都养罢了。同学，哎，帮我下下这游戏，扫这个码，打包一起搬去喽。没问题，我就查查看。再拖一点，扫一下让你录取，免费筹码的，里面有各种大神，几十万、几百万赢的都有。啊，我给你借五万块。跟几个同学开店。借了好多钱，这是我家，我们出去说好不好？我负责。出去说，这是我家，大哥。可以房子。出去说啊，大哥。你能负责吗？不要这样啊！回去，滚！小雨，小雨，小雨啊，他玩了多久？把门打开，小雨。一个月。一个月一百多万。哎，你想干嘛？你站开！别动手！放手啊！不听话吗？没事，不要碰我家人。你做啲善事咯，好唔好？别碰我家人，走开。这下得，都可以俾多几时间你嘅。听到没有？显江市无偿献血系统，捐献人顾天之，400毫升，采血开始。
好，下一个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别管我，小雨，你快回去。你们三个先给我明示一个。阿天，你快回去。你不能再抽了，我可以了，没命了。你回去。哎，你不要管我。阿天，你不能再抽了。不要管我，快走。喂，叔叔阿姨，你们快点把钱准备好。他们不是要鸡的，他们是要命。钱我都凑够塞了，你还蛮应该放过我仔啊。你爸让你用这个，卡都换了。放款30万，份二手嘢买一部，下个礼拜二你仲未还钱，我即将加车买咗。监视我，我答应了叔叔阿姨的。帮我一个忙。干嘛？加客服微信，帮我下注。好啊。你跟他说，买波单，韩国2-0，一赔151，韩国赌赢20万。保鲜期间买德国赢5万，韩国先进球3万，孙兴民进球1万。就这样。嗯，好了，你看。快开始，快开始。观众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您收看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第三轮，在 F 组的争夺。职业生涯的一。老贼，卡，卡索，老贼。取消了？怎么可能？我错了，对不起，没事。
唔食水果啊？唔使啦，阿嫲，我唔拖。唔饿就唔饿，唔饿。真系唔饿。你睇。唔食。呢个喺边度啊？阿嫲个眼蒙扎扎啊，好似猛飞。咪嚟啲俾阿妈睇睇。嗰话系你个新沙火，叫小雨。小雨。我哋拦住白儿就结婚。仲要结婚？嗯。哦，系啊。好好好好。阿妈仲要放利是，唔足俾你埋酒用，埋酒用啊！我唔需要阿妈，我唔需要。哎呀，小雨。阿妈。小雨在边啊，小雨。哎呀，阿妈叫你啊，小雨。小雨你在边啊？哎呦，阿婆啊，我唔系小雨，我系阿龟啊。个卡里边咧15万俾你，够唔够？呢啲钱咧原来就留俾你的，慢慢咧向你哋生意。阿妈个身材唔知几靓啊！阿妈够钱唔得了啊！翻嚟，一啲翻嚟。哎，赵芝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她男朋友被骗了10万。哦，报案了吗？报了。对不起，案件正在研判，没法透露细节。听说您是反诈专家，您帮我劝劝他吧。我说他根本就不听。姑娘，我们铺天盖地的做反诈宣传，你瞧瞧，这提示都印到鸡蛋上了，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？因为人有两颗心，一颗是贪心，一颗是不甘心。那这到底是赌博还是诈骗啊？他有没有跟你提过内幕消息之类的话？有个什么客服说能包赢，那就是100%的，以网赌为诱饵的诈骗。博彩软件里有木马，他的消费习惯、银行短信一览无余。诈骗分子根据这些数据实施精准诈骗，然后放贷款、透露内幕消息，用输赢交替的方式控制受害者的情绪。这跟年龄、受教育程度都没多大关系。他们不怕你赢，就怕你不玩。那封原始邮件你还有吗？有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回去等消息吧啊。那封邮件一共抄送给了83个邮箱，其中82个都是发给字幕组和资源站的，只有一个不是。给谁的？邮箱主人姓高，在一家叫云之问的在线教育公司工作。天哪，你好多天没有吃过东西了。天，谁是粥？我手机，我爱我手机，我手机你记不记得？快乐，哎呀，你不要这样，你是我爱我手机啊！你是要听力还可以？还我手机呀、啊！我手机在哪？手机，手机，听到没有？不要吓我了，在哪里？在包先生，在包先生，哎呀，你不要去看，到底能不能动呢？多少？哎呀！我不能跟你的，受伤、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不能这样！你受伤！你是不是放下他？我不就是傻子？你在哪里？你卖禽兽啊！我不要再哭了。
他上线了，问还有什么内幕消息？跟他说，我们洗手不干了，太危险。现在转做科太病。打？不会拼啊？他们可不可以带他进 B 圈？不可以。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吊一下胃口吧。跟他说门槛高，不要贪心，玩点小的就行。他现在资金啊不够上岸，他要我们带他上船呀。记得放子在我名下，你们随便开。你留下来给我。按照协议，如果逾期，这栋房子的拍卖权利就属于我们了。你要不要和父母再商量一下？来，那下来。他在台上。小雨，你见花天没有？我们找不到他。接电话，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啊？你登录我的账号，密码是25125，里面有800万，跟我配资，你的利润我要抽30%。到账啊？还没到账，拖住他。你们还没好吗？快点，快点。银行下班了，转账会延迟。你资金量大，平台会分几个账户收款。交给他，开水房，倒计时5分钟了。这时候才8000多道，现在突破10000多道了。监控到800万大额转账，2、3级都有被我们控制的账户。从什么账户转过来的？一个抵押公司，收款人不在咸江，在江苏。跨省的？找到他了吗？他也不接我电话。哎，你好，我是咸江市反诈中心。你刚才的转账交易很可能涉及诈骗。我。3级，4、5级卡太散，全国各地到处都是。请你通知一下，5分钟之内转不出去的，损失自己担。收到。快点帮我，帮
快点行不行啊？不顶了。怎么了？安娜把我拉黑了。你不要再相信他了，他就是个骗子。我们认识那么久，他给我内幕消息。可是他已经把我们杀了。闭嘴！天哥，我们还可以重新来。怎么重新来？怎么重新来？都回不去，所以他们来了。世界尽头的那束光，我点了点头，又摆了摆手。皇姑，放心，平安。以为光阴一分一秒微不足道，可以任性无拘无束，心高气扬。放下尊严又赌上性命，千金一散尽，只换来一张空头支票。年少时候厚颜壮语许下承诺，积攒半生人没故事值得诉说。最后一天许下的心愿是你不要再记得我。每听列车呼啸着驶过，每听寒风凛冽的吹，处处都有人梦破，多像一场又一场烟火。曾经梦想一步登天当个英雄，前进三进步步走错两手空空。如果能回到最初那天，抱紧你脸庞。打搅曹总，表兄弟，最近有没有跟家里报平安？不是不让用手机的吗？找他要手机，好吧，我肯定不跟大老板讲。嗯，但是一定记得告诉他们啊。出来打工太辛苦了，回不了家，也希望他们多多理解。好嘞。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大功臣安娜。大家可以看到啊，他们组多么的拼，多么的努力。今年的流水已经超过了6000万。今天也是个特别的日子，男生，小安，来嘛！今天啊，是小潘30岁的生日，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祝他生日快乐。唱生日歌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
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生日？我当然知道啊，我有护照的嘛，所有人我都知道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假的嘛，这么多人我还能都记得？你呀，最不一样了。嗯，你看啊，我们赚那些傻子的钱，养活这些兄弟，养活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，是那帮人贪，不是我们坏。下来夹钱，能夹多少凭自己的本事，但是一个人只有一次机会，开始。吃块蛋糕。来这以后，也不知道现在过到几月几号了。没想到，陆景还记得。他还挺喜欢你的。嗯。别走了，一块赚钱吧。安娜，经理找。恭喜你啊，上岸了。其实你还有别的选择。什么选择？嫁给我。说真的，退路我都准备好了。那你还是要多帮我赚2000万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？跪下。谁呀、啊？潘生，有事明天说。我想通了，我们合作吧。我帮你设置一个动态口令，把你的手机变成唯一能访问服务器的终端，强制爆破密码失败3次，就自动格式化服务器。我想做一个自动化程序，把人工客服功能全部放在 APP 里，新货扫码以后直接跳转到一个群，群里面所有的导师号全部都是机器人，应用内置滑杆，以货配资，效率更高。杜总，人工狗推效率太慢了，你养着他们也是浪费，不如把他们都放了吧，还能省很大一笔钱。还有什么要求？可以把我的电脑跟硬盘还给我吗？还有手机。
回几个微信。怎么睡在这儿啊？被罚了。涂点这个吧。谢谢。后面的我帮你涂吧。他不让我走。没事。我有办法，鸡巴，他们来了，潘三过哈啥都得交代琵琶的，交过吗？那个拉嘎，我女儿月婷啊，她刚转学过来，我带她随便看一看，你们继续，继续。带你们去拍照，也叫人报平安。记住，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啊，知道吗？还有，给我，他们不管我，我找地方花掉。都可以。还没拍到你们啊？来，来，赶紧笑。来，笑开心一点。来，三二一。来，来，红红飞闪，红飞闪，红飞闪，红。来，换你们。挡住他了，结果，结果。好。来，合照，合照，笑开心点。谢谢娜姐请客，不客气。要帮你取暖吗？好了，麻烦关注了。到了红灯呢，看你妈的这些碰瓷。Call this number。喂，来个路人喽，是他吧 ？Sorry。这输定吧的 ，Sorry。老杨心嘛恐怕不，这了多大隐私没？我也要去改的。哎，拿出来晒一下。不然都发霉了，挑一个，再挑一个。正将组新任的组长潘生，接下来我们就请小潘为我们说两句啊。我在国内的在线教育公司做了6年，每个月工作380个小时，基本没有什么节假日，每天做梦就想着升职加薪
来到金陵以后，在陆经理的提拔下，我们要钱有钱，要尊重有尊重，这不是很好吗？搏一次，出山派，今天才能无事派。今天睡地板，明天睡老板。哪个敢睡老子？都回去收拾行李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真的假的？这里的规矩你们还记得吗？记得。节里的戏绝对不说。滚蛋。C C， 可以回去看老婆了。推三万一个全卖给他了，不是放了吗？都是培训好的人，我成本很高的，哪那么容易放啊？我大哥，不要对人来。西里市呢？到 BB， 西斯多三万西德，阿拜三西部，马来姆西部。把设备都在那边了嘞，把那个头套脱掉。有没有人有带钱？有没有带钱？要不要找到啊？打我的金啊！啊，有没有？丢你坤我，咪有咯。多谢晒。Marble 拿 A。等啊等啊，那是等了那位的，弄好吗？Mr. 这个龙是的，把你们看不。加上三乘以二。三乘以二等于多少？三乘以二。嗯，是等于六，对不对？嗯。那这个呢？五乘二呢？五乘，关一下，关一下，开会了。来这边。快一点！停一下，后面开会了。安静啊。应急号码，有人在这张钱上写了一个求救电话。505什么意思啊 ？SOS 啊！我给各位工作，给你们发薪水，我有没有亏待过你们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没有。那到底是谁想要毁掉这里啊？是不是你啊？嗯，是你了。是我，是我写的。他妈到底是谁呀？字是我写的。别动他，字是我写的。我一直是把公司当自己家的，
虽然上面有上面的要求，但是我也会偶尔开点绿灯。阿才，哎，把门打开。我说到三，想走的就走。小潘，你要不要走？我要走啊！我要自由。你他妈离开这儿你就自由了啊？三，走啊！走啊！我们不都是被骗过来的吗？现在在这骗别人。二，走啊！在这一直骗别人有什么意义呢？一，关门。谢谢各位，但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哎，陆经理，陆经理，陆经理，放开他，这个事是我姐的。小陈，陆经理，陆经理，陆经理。在罚你啊，没罚他。你们一起来的吗？你朋友啊？是一起来的，算朋友。打断他的腿。用点力啊。兄弟，对不起。你等一会儿。开工啊！送到阿边背水看亚比，得送到阿达看亚比。看了啥吧？Hello， 也是看亚吗？你们那路咋好走？Thank you.
对马代奥 ，boss 比较大。亚马代，都马过可多吧？小宋，真的是你呀、啊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你的学校吗？嗯，在这儿当志愿者。哎，你男朋友呢？你把他叫过来，我当面的教育教育他。他自杀了，他抵押了家里的房子炒课代币，被骗了800万，跳楼。相信我，案件在权力的侦破当中。我每天都盼着有消息。我想做点什么，就来当志愿者。每天说1000遍、10000遍，别信，别贪，别冲动。赵支队，我们过来一起合张影吧。大家开心一点啊！啊，微笑，微笑，1、2、3。好，赵支队，麻烦您微笑一下，我们再一次好吗？好，来看这里，微笑，1、2。对不起。等我一下。活动结束来找我。其实我一直都很内疚。为什么？
那天他赌球，让我帮他下注，但是我偷偷取消了。他本来能赢好几百万的，赢了就能上岸了。关键进球前后几分钟都会锁定投注，后台调整赔率，就算是赢了，博彩平台都不会兑现的。可是他提现成功过啊。提现的只是冻结的资金，24小时之后就会自动的返回原路径。赵支队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抓住他们？你家的东西丢了，你怀疑是邻居偷的，但是你不能直接冲到邻居家去搜，对吧？也就是说，中国警方在境外是没有执法权的。就是你们也管不了。管得了，一定管得了。Just take whatever you want. 安娜去哪里了呀？他死了。公安局的，我们是来帮你的。看清楚，为什么是宋仁伟？我不是。黎双，是你朋友吧？他涉嫌诈骗被捕了。
程序有漏洞，被警察堵了，重写一个，好吧？好不好啊？我叫赵东然，是局刑侦支队的。这几个月你都去了哪儿，干了什么？我就在县江，哪儿也没去。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仔细听听。一开始我只是打发时间，一个下午几个小时一哈就过去了。每单我赚20，一天可以刷100多单，比上班赚得多了。再后来就开始做连续任务，当刷到10几万的时候，客户一下都没得了。开始有种想赚点买菜钱都几好，结果连续几个年一次都唔中。婆婆发现我买彩票上瘾啦，逼住老公跟我离婚。我是在网上认识他的，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照片就觉得他长得特别帅，他的朋友圈晒的全都是红酒、度假、头等舱、高档酒店。后来我就忍不住问他，到底做什么能赚这么多钱？再怎么努力工作，也不可能买得起那些东西，所以想赚快钱，钱生钱。听导师的，美股、港股、连泰股。SET 都炒，手机让我们打车、快递、外卖越来越方便，也让诈骗越来越容易。受害者们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不计其数，几辈子的积蓄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。希望有线索的人能提供出来，帮助我们。20几处骨折，肝脏、脾脏破裂，肋骨就差半厘米戳进心脏，命是保住了，但可能永远都醒不了。你们才认识2-3个月。我认识他4年了，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更相信你而不是我。我不认识他。好，那我来介绍一下，他叫顾天之，硕士毕业，刚刚找到实习单位，即将开始一段新的人生。他现在深度昏迷，除了还在呼吸和心跳，跟植物没有任何区别。我提过分手，甚至希望他真的死了算了，一了百了。好了，先休息一下，走，我去吧。阿天确实可恨，可是我真希望躺在里面半死不活的人不是他，是你。好了，走，先休息一下，休息。阿天的父母就在那儿，
你要不要去道个歉？我知道你也是被骗的，现在有很多人都需要你的帮助。你见过他吗？党中央高度重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工作，因为它事关人民的切身利益，事关社会的安全和稳定，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。抓金主，铲窝点，打平台，断资金。现在我宣布反诈行动正式开始。我是华内，我叫向辉会长，欢迎查的本地警察都要内鬼。我们直接跟移民局合作，他们有执法权，引渡手续快。他们四个和潘生同一个航班。杜哥阿猜吧，我看他杜哥奶奶是对的，那杜哥啥不来？哎，哇，完了，落完了，落，哇。大家，明夜啦。阿多比哥，阿比西蘑菇。等偏偏猫吧，会喂你的。杜邦哥比他的一窝起码会他的，只能多搞阿兔儿亚扫墓秀他吧。等那猫龙藏也多的细的。However, our privilege is to keep our hostage safe. Without my permission, no one can set a fire.是违法犯罪行为，不晓得。晓不晓得诈骗洗钱的危害有好大？也不晓得呀。你啥子都不晓得，还老是翻山越岭的来抓你们。收缴资金一共是374万，手机52部。多，多。你够不？你个渣男吧，皮皮妹，下次会不会逗你了？那眼的嘛，逗你了，皮皮。Absolutely, 그困，민가라와메스다보다，对手困有的，困有米巴的，困有米巴的，困有米巴的。那嘉宾，
等着我，路来，走，下去，走，下去。 听说警察来了，全部公司都搬走，居民生意没得做，就会捣乱。我是华侨商会会长，也是房东，所以他们不敢动我动手。这边都有规矩的，几百万，就放几百箱，放花就是生意过亿了。真嚣张！风险比贩毒小，利润比贩毒高。 能不嚣张啊？丁淼，回国。回国？那咱们来干嘛？咱们来玩来了。他们已经全力协助了，不想再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。咱们调人来，咱们自己查。你有执法权吗？明的不行，咱们暗着来。莱安娜已经说了。 犯罪嫌疑人就在小学里，瓦内市有二百多所小学，但是在义龙厂搬进三十公里之内就只有十九所。没有搜查令，你是进不去的。我们的签证也快到期了，会被强制出境。二进制啊，是编程的基础。二进制里边零等于零。 一等于一，二等于幺零，三等于幺幺。咱们上节课讲了啊。那么四等于多少？一百。没错，四等于一百。五等于多少？谁能回答？一百零一。班孩子都这么聪明吗？没错啊。那么六等于多少？你不许回答。谁知道？六等于多少？ 石警官，您好，我收到过潘生的信息，他好像想让我帮他报警。小高给我打电话，说六十二进制的幺幺零也是打电话的手势，一定是潘生在给我们提供线索。等一下，莫尼利顿小学苏塔罗道666号。 小学生喝的吗？120份外卖，全是送到体育馆。他们拿着几百个孩子当人质，怎么疏散？这个区规老同的，总统都进来三分。你们就算有卡，也没有路过指纹。刘安娜，她路过。 大门到体育馆，步行4分钟，开车30秒。如果刷他的指纹进大门，被监控拍到，嫌疑人肯定有动作。得开车进去包围体育馆，没有办法疏散学生，还得避免交火。Thank you very much. Right, take care. 一个请馒头的总比谁？不关门做老板。请这家店老板回去去坐一坐，喝喝茶，聊聊天。
别慢一点，哎，别，啊！喂，把电脑砸了！警察来了，砸呀！好不好？把月婷带到宣州，去他妈那里。你应该找警察帮你。我怎么不相信警察？我信你呀！你现在戴罪立功，所有人里面你判的最轻，我搞不好会死在这里。那我要他活下去。地址。你为什么不放大家走？老子也要立功啊！口令啊！你站住！别动！把孩子放开！移动口令就在他手机里，是唯一可以访问服务器的终端。我去的时候留了后门，受害者名单都在里面。把手机给我！
你不交是吧？那我答应你的事也不会做。别动！我们有技术人员。我就是技术人员。强制爆破密码失败三次，直接触发服务器格式化命令。他就是要你们上钩，然后把他销毁证据。我希望你能配合警方，我可以帮你申请立功表现。能帮我个忙吗？这是他妈妈的地址。我知道了。走。法院判决陆炳坤涉嫌诈骗、绑架、故意杀人等多项罪名，处以死刑。梁安娜有自首立功情节，判处有期徒刑两年，缓刑两年。潘生证明了自己的行为是在胁迫下进行的，并提供了2000多名受害者的名单，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左膝粉碎性骨折，8级伤残。手也被烧伤了，但是还能敲代码。就慢点。幸运的是，我现在
在赵支队的带领下，在反诈中心做技术顾问的工作。每年电信网络诈骗涉及金额高达几万亿，危害几百万人。希望更多的受害者能现身说法，警示大家，也希望有线索的人能提供出来，渡人渡己。我能活下来呢，要特别感谢一个人。好久不见。大家好，我叫梁安娜。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故事，认清什么才是真正值得相信的东西。是强吧，我是做服务员的，就是做诈骗的。然后我说那我不想干了，我整，他说你整不了了，他说你已经被卖了，拿电崩电啊，然后拿那种手铐铐着，铐起来打几天那种，电我一下我直接趴在地上，然后全身就在颤抖，根本就动不了。那你把手枪抵着头嘛，手机给你，然后你打电话我们家里面的人，3万块钱一个虫子，直接把我手按住，就一刀下去。跟监狱差不多，上面都是有那种铁丝网，或者拿冲锋枪嘛，还可以射击，还拿手枪。那种地方，你要是稍有不慎，你可能就会命都会没有了。那种黑心眼的公司又把你卖到其他公司去，你又在那边干，无限循环。你逃很简单，腿打断，生不如死。报警也没用，他们同时提起来。一个办公室能有几千台手机，说我在做数字货币，然后让他看到我们赚钱了，到最后就是带着他一起做，让他也赚钱，然后他冲进来钱，到最后就提不出去。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说让你继续投资，要么被冻结、被风控，把自己的钱弄完，然后找周边的朋友借，去网贷、卖房子，各种各样就会把你榨干。我和我大儿子的合影，就只有这一张。我亲眼看到那么多孩子死得那么惨，希望他们去找工作的时候多留个心眼，就真的不要相信境外高薪工作。好好上班吧，好好上班，就压老板来的吧，安全的回到国内是比较安心的，在自己国土内至少说不会发生这种事儿。看见中国的警察穿着蓝衣服来接我们，当时我那个心里特别感动。到了境内以后，上面有个字写的中国欢迎你，哎，当时我们想哭的心都有。我虽然说抓了，但是我也很开心，心里由衷的感谢中国警察能够把我安全地带回家。独自走。